少废话！你们觉得姑奶奶会告诉你们？老实交代，你们土匪窝子里到底有多少人吗？大小姐，就说了吧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保命要紧呐。姑奶奶，我最不怕的就是死，有种你们就把我给放了，你信不信等我的人攻过来，把你们苏安里村夷为平地？你就吹吧。 你说的你们的人是指虎鲨吧？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可能来救你的。本小姐可不需要他来救我，姑奶奶我手底下兄弟多的是，就凭你们这几个散脚猫想跟我斗，识相的就赶紧把我给放了，否则我保证不出三日就让你们这血流成河。 王书记，推的好像是粮食，这个时候存这么多粮食干什么？是。